跟我走，和你说个故事，那是台北的故事。在这里行走、聆听、写字、阅读，直到你自己也变成这故事的一部分了。一条河，一片郡道，两座山，朝夕忙碌的城市白宫，你听见了吗？这是蒙甲的声音。才有本心，才有未来的故事，才是台北的起源厝。流传长久的记忆是老练本事的证明。悠悠的，缓缓的，它是过去100多年来商人禁足的残酷舞台。到必须穿毛衣的天气，适合泡汤。在北投悠闲的散步，避开城市的喧嚣，停下感受，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。漫步到此，你可以阅读整个城市，试着改变自己的视角，找出属于这里的色调。漫游在台北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故事。